站在一起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有没有？有一个过关，有个是不过关的。是在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挑战题目。哎呦！当我们站在一起，抽中鬼牌者需进行挑战，来宾需判断挑战者过关不过关。任务成功，站在不过关的一人需完成指定任务；反之，任务失败，挑战者及站在过关的来宾需完成指定任务哦。好，我现在就要来示范题。好，我自己把这个题目定成挑战。天公很懂人啊，上天太懂人了。你恭喜他，跟人家懂人差很多。我可能一分钟之内醒不回八次，请选择。好，好，一分钟八次，一分钟八次。觉得你 OK 的话，就站同意这边。对对对，他这有这么 lucky 吗？不关啊。哇，这要选哪边？要选哪边？音乐没了，哎，快点快点。我要选这里，我对他有信心啦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有办法过？他们有经验，他们是老人家，老人。经由你这样子的提醒，我看过这边这样加起来真的年过半百。哪有？你不要这样讲，说我们这边加起来的年，这个年纪有过，他们那边加起来的体重是一样的。哪有？你这样讲也蛮对的。但我们这里年过半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摩贤哥一个人就半百了。对，你答对了。好了，到底我可不可以在一分钟之内醒归八次呢？老师，麻烦请计时开始。一次，没有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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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。来来来，目前只有一个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哎呀，两个，时间快到了，没有，还有谁？现在紧张了，真的，我现在几个了？七个，我现在七个，再保一个就有了。时间到，其实我刚刚已经直出去，他在空中的时候，对，被拦截了。可以这么提前要叫救护车啊？各位，最后一次，好紧张哦！成败就在一线之前。来，一点时间，七个杯啊！八杯，新杯，新杯五杯。这就是我们的示范赛了，好，马上开始，我们就要来挑战了，对不对？请我们的爱神把我们的挑战桌给推出来。是的，现在桌上有鬼牌，抽到鬼牌的那个人就要来接受挑战。好，帮我拿下。好，哎呦，洗牌，洗牌，哎呦，真赌神，赌神，哇，抖闪，抖闪，抖闪，怎么洗起来？哇，有没有很利落的感觉？洗牌好丑哦。请选择。请咪牌，好，现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抽到是鬼牌哦，我觉得我抽到，各位，抽到，这也抽到，鬼牌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在这边童手无欺，鬼牌只有一张，怎么可能不是鬼牌？现在是在演戏，制造那种紧张的气氛，到底是谁抽到鬼牌呢？各位，请开牌，我觉得我的鬼牌。喂，这群外宾什么鬼？鬼在这边啊！哎，下次可不可以把那脸变鬼牌啊？对啊。好，小优抽到你的鬼牌，对不对？马上来要接受我们今天的挑战关卡的题目了，好不好？小优抽到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题目呢？马上我们来看看。他的挑战题目就是国字填填卡。各位，科
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，没错。可是呢，也让我们的记忆力衰退。真的，现在大家都传简讯、打电脑，对，很少用手写，所以很多字我们慢慢就遗忘了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我这里有。是踌躇不前，踌躇不前，我们就要把踌给填进去了。好，这个踌怎么写？现场有人会吗？简单啦，啊，这个有念过书的都当然都会的嘛，大家都说有念过书，都是知识分子都会。艾辰，你跟人家举什么手？不会，我为什么不能会？等一下，艾辰，你告诉我，你幼稚园有毕业吗？对嘛？郭贤哥，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？你有上过幼稚园吗？喂，好了，你说你会的，来，是鬼见愁的愁，我就不信你会。秋心啊，秋心是什么？是很丑，踌躇不前。不是你，你可以告诉，你告诉我一下，秋天的秋怎么写？你写在这边，我看一下。秋啊，秋天的秋。你这个和怪怪的，一个和，对，然后一个火嘛，我笔画都错，这两个字写的跟一模一样。火不是吗？对，一个秋，一个火，一个河，一个加一个心就是好，没关系。摄影师是两个火。刚才思佳也说你也会写的，思佳你写在他那个秋的下面。哎呦，这题有点难呐。有念过书，看就知道有念过书。哎呦，好。你这叫瘦，你最少应该讲出叫竹瘦。这个瘦。请你不要拆开来念，好不好？完全这个才是对，好像在教小学生的方式来教，对不对？到底踌躇不前的踌怎么？正解。哇，思佳果然是有 sense。哇，答对了。好，小妖要挑战的题目就是国字甜甜看，现在马上来公布我们的题目。啊，拜托不要太难了。难书，一丘之貉，好，一丘之貉，这五题的题目，好，各位，到底小优可不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填完这五题呢？请选择。相信我。到底小优可以过关还是不能过关呢？快点过来啦！我过来站好了，你们也太过分了。不够站了，你一点质疑都没有。哎啊，你们真的都不相信他？为什么？不能啦！题目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这样。傻了一下，对，好，没关系。小优他到底可不可以一分钟之内全部写对呢？请拿起你的笔。好，你们做给你们看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会后悔死。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呢。十，算了啦。一分钟开始。小优能否在一分钟之内正确写出所有的国字？观众朋友，你要选哪一？哎，你们真的都不相信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出题目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这样。他傻了一下。对，好，没关系。小优他到底可不可以一分钟之内全部写对呢？请拿起你的笔。好，你们做给你们看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会后悔死。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十，算了啦。一分钟，开始。我先从我会的来。你只会答题吧？从你会。哎，市长哪说的？好，市长这样吗？是火车嘛？烟火有路嘛？对，烟火漂亮，他都会耶，我好担心，好恐怖哦！庆祝男生前面不是先这样子吗？对，下面有一个，下面应该，哎，这个是新吧？一页写的真好，哎，这边是这样子，然后呢要这样子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时间，要不要改？直接写旁边的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吗？十秒，九秒了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幸福的是这个。哇，你那是什么字啊？第一题。全对吧？异业异，你后悔了吧？是这样子写的吗？他的正确解答有像哦，有像哦，哎，有像哦，正确哦，很棒很棒，完蛋了，来到了，马上来到关键性的，接受挑战哦。小优先问你，要是这个还是这个？选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，还给我点兵点将。哎呦，我要跳过这一题，最后再公布。这题真的有点难，这题他非常厉害，你们可能会跌破眼镜。好。我们马上来到第三题。好，一丘之貉，一丘之貉，好，
一丘之貉，他的正确解答是、这个我最有把握哎，是这个吗？错了啦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随着第三题有没有？对，他的失败太穷。我想这一题也不用再卖关子，对对对，我马上跳回来第二题。罄竹难书，最近在电视上常常听到，对对，他的正确解答是什么呢？什么啊？是长这样？哎，可是我对一半吧。给半分吗？欸，你真的其实还不错，你说吧，说吧，可以一半的，只有对一题，其实有点难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来到第四题，我对后面有信心，这个颇居心叵测，他的颇到底正确解答是什么呢？拜托拜托，哈，这么简单解答，哎呀，其实我本人觉得这有点难，真的有。颠簸，颠簸要掰咖，颠簸，颠簸，它的正确解答是这一题。对，博智甜甜看小优挑战，到目前为止他只答对了一题，恭喜你挑战不过关。小优，你一个人必须来接受我们的特别任务啦。我们的特别任务非常的简单，任务就是什么？鬼脸三连拍，这么难？等一下，我唐装，等一下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贵单位要的鬼脸是怎么样，我想要贵单位。喂，我可以看示范吗？鬼脸一连拍，第一拍。三连拍啊！可是我看我怎么做还是很美呢。特别任务，鬼脸三连拍，第一拍。第二拍。第三拍。完成任务，好啦。然后感觉很想继续做。先把处罚道具还给我。是几个？我知道，平常有在练鬼脸，是不是？有。哦，鬼脸其实很 Q 啦，好不好？请我们的抽牌桌出来。来。好。紧接着我们要抽牌了。好。好难选哦，我眼睛都花了。你知道吗？等一下。各位，请选择。好。好，紧接着第二个挑战，到底谁会抽到我们的鬼牌呢？请同时出牌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恭喜我们的思嘉接受我们的挑战。思嘉要挑战的关卡是国字知多少？也是国字，也是国字。在这个挑战题里面呢，要挑战大家对于这个国字的敏感度，比如说，竹字，竹字，竹字，好，小的那个角，有什么样的字是竹字的？我来示范，好难，好，好事，还有，你也会是跛，跛，哎，很好，跛，走路的路嘛，路，哎，对，好吧，国字是多少？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木字边，木边，木字边。王思嘉，可不可以在一分钟以内写出十个木字边的字呢？十个，请选择。十个，十个真的很多哎，还好，还好。小优跟林大远觉得你不会过关，但是国贤哥以及我们的彤彤还有艾辰觉得你会过关哦。我会让你们失望。加油，加油，好累，加油。到底思嘉能不能完成挑战呢？计时一分钟，请开始。不行，拜托不要。随便写，随便写。对，漂亮，第一个字出现了，字幕漂亮。哎，这算两个字吗？其实可以写字就好了。哇，哎哎，漂亮，这两个字，三个字，哎，三个字啦。厉害厉害，哎，他写好快，好厉害哦。四个字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就这样，不要这样啦，铺个时间嘛。哎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这什么？哦，橱啦，橱柜的橱。哎呦，强哦强哦，哇，木字旁啊，厉害耶。你六个六个，剩四个，还有四个，加油。哎呦，他实在太傻了！你在考虑的，我在考虑。你很有胜算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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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老师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哎呦，你是你也不错哦。拜托，不要再写了。快点，加油！四加，够了，够了。四加，四加，够了。四加，四
字，树木的树，恭喜你答对。他直接写了两个木，也对啊，对，很好。开车要打挡，木字旁，答对。战斗兵拿着一把枪，对，这个，哦，答对。时间，时间，钻牛角尖呢。博文老师，橱柜，橱是这样写的吗？对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写的。基础的橱啊。对。哎，对。哎，看到没有？他现在都是这样一连串写的很快，对不对？森林这题写的太好了。真的，想要森林真的都。哦，村庄的村。对啊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啊？中国都是政治。叫博村吗？不村不村，你写出来就好了。哎，那个是你的年代。我的年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呢有挺你的，也有不挺你的，对不对？林道远以及小优说你不会过关哦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的爱晨彤彤以及我们的这个国贤哥说你会过关，但是你的任务没有达成。马上，国贤哥，你们三位要进行我们的特别任务。可以看到前面呢有个测分贝的这个机器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马上要挑战的特别任务就是大声拍马屁。你们选择错了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拍谁的马屁？你们拍我的。你们要拍那个猜对的。那我不录。很难很难。拍了两个人。小优跟林道远，爱晨你是第一个好不好？好。爱晨，请开始。小优，你好性格啦！好开心啊！哇。还有121耶！哎呦，假的！你居然有开个玩笑！哎，我是海豚音训练班出来的。小优，手开开不开心？因为他是真心的，我很开心。哎呦，我都知道是真心的，谢谢你。好，换到我们的彤彤。导演你好帅！哇塞！够分量，开心！这一集我一定要抠鼻一份，然后 repeat 听啊。晚上睡觉有没有？对，一直在听，一直放，你好棒，对对对对，声音很高，耳膜过掉。喂，好，国贤哥请。小优，重来啦！马国贤的大声拍马屁，喂，小优，你的腿，老师。腿毛好细，那个哪是赞美啊？哎，我为腿毛出汗，你看。在后面开心成这样是腿毛哦。对啊，重来啦。那你告诉我，腿细、毛细跟粗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但是要讲腿细，不是腿毛细。啊，没关系啦，就多一个毛字。你干嘛呀？喂，我要你们在打游戏啊？到底是小六腿细还是他的腿毛细？喂，好，100多分呗，赞美你的腿啊。哦，也 OK 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思佳，来来，思佳，这是一个很残忍的，哇，不好想，哇，一个字没写出来，要说思佳称赞你，真的，思佳，我知道很残忍，好不好？加油啦，来吧，请赞美。超无奈的，道远，你真的好会吃哦。哎，好，很好哎，120分贝，但是这是赞美吗？对啊。刚刚好，我的感情也放得好，刚好。重点是那个词对吗？词是赞美吗？很会吃，很会吃，很会吃啊！对了，能吃就是福啦。这样讲对。哎呀，那你说你不会吃吗？会，不会。哦，哎，真的啦，能吃就是福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把我们的抽牌桌给推出来，请拿牌。我选没得选。到底？谁要来挑战过关呢？谁？请出示你们的牌。紧张！国贤哥，请进行我们的挑战关卡。紧接着我们要挑战的关卡是什么呢？它的题目叫做“超级新牙齿”。那你是送我金牙齿？哦，不是，是看你是不是金牙齿。那到底要怎么看呢？怎么看？好，我们来把它打开一下，来。超级金牙齿，各位，你们觉得一分钟哦，模型哥到底可不可以把这两根甘蔗的皮给扒干净呢？不可能啊！请选择。一分钟？你怎么可能呢？对呀，模型哥都几岁啦？哎呦，有人觉得过关，有人觉得不过关，现在是游走的边缘。他拔了一根牙齿就插在那个甘蔗上面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选不过关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太了解郭贤哥了。
他标准的吃软不吃硬。他激将法，他狮子座一定要激他。哇塞！现在只有少远跟小优听你，我们听你耶，国贤哥。一分钟以内，我们的国贤哥到底可不可以完成这次的任务关卡呢？计时开始。有国贤哥现在马上把第一根饼干放在包皮当中，我感觉出来他包皮的速度非常的快，且他非常的聪明哦。他把这个甘蔗梗的地方呢，哦，给舍去了，直接呢从软的地方开始吃，其实真的是挑软的来吃。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，不可能，感觉上现在已经非常吃力了。卡关，还不错，现在基本甘蔗发皮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好，很好，现在马上进入了第二根了。在第二根，他是不是可以顺利完成一分钟的时间？其实非常的短，但是呢。看到国贤哥非常的努力，第二根的甘蔗现在正在扒皮当中，有些部分感觉很软很好扒皮，但是发现它其实还是会卡关的。到底甘蔗扒皮跟国贤哥的年纪有没有关系？到底国贤哥能不能完成今天的任务呢？八七，还有七秒钟，扒皮的速度非常快。裁判来看一下啦！哎呦，哦，只有这一点点的小瑕疵，可以原谅，真的啦，国贤哥好努力哦！在这里，我们来恭喜国贤哥过关，三万！刚才压不过关的，就是你们三位。恭喜你们三位要挑战我们的特别任务，鬼脸二连拍，哎呦！这是你们的特别任务了。可是在你这个鬼后面做很难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没有人比我更像鬼，是不是？压力好大。你是这个关的关主哎。请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妈妈在看电视啊。哎，我们要做鬼脸难度好高，我们长得这么好看。我跟你讲，你做惯了，你做难度不高，我最想看是施家做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好期待哟！特别任务鬼脸二连拍，王施家，请开始第一拍。哎，我鼻子真的打那么用力，快快，不要打鼻子啊！对，好狠。第二拍，啊，很好了，恭喜你过关，彤彤。哎呀，我有包袱，厉害的来了，厉害的，鬼脸，二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哇，好强啊！真的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好，换到艾辰，对不对？好，过关。坐下，这样就过关了。你还要想了好多个啊！你这样表演一下，还有更鬼的？有哇！快点，好嘞！艾辰，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。好，恭喜你们三位完成我们的特别任务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一连串的小游戏啊，都希望你们能够玩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也希望各位特别来宾下次可以跟我们一起，当我们站一起，好不好？